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是石头。朋友们可以看到，这只小母狗非常喜欢石头。这是我们小区的小母狗。石头这个单身狗忙着散播它的气味标记领域。小母狗在旁边疯狂对它示爱，石头理都不理。石头这只狗啊，注定单身。朋友们觉得给石头找对象，这只甜甜圈怎么样？小灰长得还是非常漂亮的。我们看一下小灰长得怎么样。他好像想找我要吃的，一直舔嘴巴。这个是。可是我今天没带吃的，这都是袋子。朋友们可以看，石头对小薇还是非常感兴趣的。朋友们可以看，这只甜甜圈长得很漂亮吧？这个毛也很干净，都不会脏。我感觉它跟石头一样大只，还是很般配的。小薇肯定是最近又要发情了，所以她现在主动过来示爱石头。朋友们觉得要不要把石头放开来，跟小灰来一场那个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小灰的品相怎么样？石头能不能匹配得上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我们准备回去了，回去吃饭了。石头这个单身狗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看来石头是个弯的。